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基督徒，当心你的信心，因为只有信心能使你得着上面来的祝福。祷告不能叫你从神的宝座上得着什么，除非祷告有信心。信心是连天接地的电线，吉他，我们可以传达我们的请求给神，神可以传达他爱的答应给我们。如果信心的电线折断了，我们怎样能得到神的答应呢？我现在在患难中间吗？我可以藉信心得到帮助。我现在将被仇敌打败吗？我可以藉信心躲在大元帅背后。没有信心，我便无法呼求神，他是通天唯一之路。如果阻塞了，我怎么能和神交通呢？信心使我和天接触，信心使我披戴耶和华的能力，信心使神帮助我们，他使我消灭阴府的势力，他使我践踏蛇首蒙体。哦，没有他，我不知要到什么地步。所以基督徒，当心你的信心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